我是太阳。上回我们盘点了第五里面的各种皇帝，宝贝们都是什么皇呢？嘿嘿，其实我们最常遇到的应该就是门皇了。有一些人呀，非要批一批。今儿呢，一太就来盘点一下第五里救人位的门皇行为。首先当然是大福同学了，怀表摇一摇，坨坨摸不着，隐身放怀表，不知不觉悄悄下面把门溜走。不过我们的威廉大宝贝看着就很着急了，大门一开就抱球冲刺，绝对不留一点遗憾。门开了，一铲球一定要花掉呀。相比较之下，佣兵马就温和得多，顶多是互玩一弹，图图拜拜。监管者打到现场，只能看到一道蓝光一闪而过，没错，那就是弹出门外的佣兵我了。当然，激进派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野人大叔？和威廉的宝贝一样，只要没有挽留，那就是快乐时刻。图图必须要用完。对面的图图，你的腰还好吗？最后当然是我们第五最经典的门皇玛尔塔小姐了，看见这烟花了吗？是我在门口专门为你而留。什么什么？你说缺了谁？嘿嘿，那当然是我们可以遁地的守墓人了。不过按得太用力，有可能会挖穿地底，直接掉到下一个地图。开个小玩笑，门皇这种行为还是不建议宝贝们尝试的，毕竟门皇一时爽，生活在场，明明能赢的局，偏偏就要踢，结果腿都被打断了，那可不好喽。那宝贝们有什么劈断腿的经历呢？快快评论，咱们分享吧，分享我爱你。